晚上好，今天我跑步的地方是我女儿学校的操场，在我身后呢是他们一年一度的露营节，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我的女儿将睡在这儿啊。那么为什么我会在这儿跑步呢？因为我发现所有的家长都在静静地等待孩子的到来，但是我不想把这个时间浪费了，我觉得利用这个时间跑个几公里不是也挺好的吗？其实时间是可以细到每分每秒把它很好的利用起来的，就像我这周我经常一天跑三个城市啊，所以我觉得这种高效的工作和生活啊，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乐趣，所以分享给你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跑步喽。